秉持公益宗旨，创设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就将大爱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大爱扶轮社的成员们以爱为主轴，为弱势福祉不遗余力，处处散播活力，散播爱。2017第二届大爱杯 I am best 女子公益路跑活动也鼓励男性担任陪跑员，一同了解运动的美好，更提醒女性朋友借由这次路跑从爱自己开始，进而将爱延伸。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来做抛砖引玉，让每一位参赛的朋友把这个讯息又传播出去，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，大家一起来公益路跑，为这个爱而出发。这场赛事吸引了1000多位跑者，现场万头钻动，气氛热闹不已。社长还赞助钻石项链，加上其他丰富抽奖品、补给站的美食和完赛伴手礼等，皆为了这个活动增加了许多亮点。那今年的特色哈，就是说除了这个让大家有一个健康路跑的一个活动设计，特别哈还设了这个美妆区啦哈，还有舒缓区哈。我看这个让大家跑了以后还是可以美美的哈，那能够舒缓身心。今天的这个公益跑不但能够跑出爱，而且呢还能够跑出健康。大爱扶轮社始终坚持的将爱送到每个需要的角落，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一起用爱而跑，唯有你们大家爱心的支持参与，才能让活动办得圆满成功。主办单位从报名费用中提拨公益金，捐赠与轮椅梦公园和麻二甲之家，协助身障人士、未婚妈妈及失亲儿童等，希望持续暖心，用爱迈向未来每一天。罕病病友因人数稀少较不被关注，超过70%的病友是无法治疗的，音乐是他们忘却疾病苦楚的无形良药。因缘际会的了解后，大爱扶轮社决定结合众人之力举行感恩音乐会。现在我们台湾目前有249种的罕见疾病，有10000多个罕见家庭，并且逐步恶化的天籁十年罕见大爱感恩音乐会，目的就是说让病友们能够透过音乐疗愈心灵。音乐会的演出他们一定要常常练习，让他们的心灵上会比较有充实感，会愉悦一些。大爱扶轮社欢唱社歌后，罕病的合唱团员们纷纷唱出自创曲目，最后则由罕爸合唱团演唱经典名曲，病友们用生命唱出动人乐章，着实令现场的观众感动不已。罕见基金会为了使我们的罕病病友们能够透过音乐心灵的疗愈，所以在北中南三个地区皆设有合唱团，如果能借由音乐会的演出，让我们社会大众从艺术生活当中更了解我们罕见疾病，那将是展现最完美的大爱。希望呢，能够提供辛苦练唱的团员们有一个表演的舞台，让音乐呢来安慰大家的心，用歌声来证明生命的意义，用爱来展现生命的力量，达到生命教育的一个推广。未来我们大爱扶轮社会持续做社会公益活动，目的就是要呼吁社会大众们，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周边的弱势团体。大爱扶轮社今年度全额赞助南区音乐会筹办经费，期望让更多人可以认识罕病，甚至邀请友社共同响应，让大爱传千里，传递更多善的种子，让爱不罕见。